让车的棋翻盘了。欢迎圣骑士光临直播间。谢谢圣骑士的荧光棒。直播间还差最后一个飞机300个大气的超粉团任务。谢谢我们家用户890大哥的88组大气手小招粉团。谢谢我家来哥的燕心莲。谢谢乐无穷的荧光棒。摆接对方有点难呐，这边上马被打吃炮，这边上马我有进车的棋，对方窝心马一退，这不爆炸。谢我家用户117大哥的荧光棒。来叫杀一步，哎，出个车直接踏个底炮，将军，哎，重兵一奏全线轰炸。好啦，这个棋快结束了，炮打象就死棋了，窝心马被窝死了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哎，这棋下了没五步棋，我感觉啊，结束了呢，怎么这么快呢？对方也太不禁打了。欢迎家幻影千度李卫大哥光临直播间。太不禁揍了呀，对面才几个回合呀。旁边楚汉小兵光临直播间。是。哎，进去的目的非常明确，再甩个车就没有了。复盘说清楚，哪里复盘啊？欢迎小书童，欢迎用户6265大哥。谢谢我家楚汉小兵大哥的支持。哦，天选老八什么意思？人家不是天选老九吗？小九啊。我们用户809大哥光临直播间。红星光临直播间。那对方送个炮支了呗，这有什么好说的？谢我们家用户190大哥的爱心支持。
春风恰开眼，四秋天地一世蓝，叫天地一心思，190大哥的福签儿啊，不嘻嘻那要哈哈嘛，190大哥送给小福签儿啊，啥叫不嘻嘻？谢谢我们530大哥一个帽，那就要哈哈笑。写冬天哥的一个帽，直播间差最后一个飞机和200个大气呀、啊。120个66，欢迎我们家迷弟，是吧？嗯，这100局砍势就没解了。这期有需要复盘的地儿吗？刚才有朋友让需要复盘，但是我真是没找出哪个点是需要复盘的。我们来看看吧。啊，这部过河车100局啊，这部棋特别精彩，这部棋是整盘棋赢棋的关键。谢谢我们家幻影千度打个66。啊，首先对方这边上马会被吃炮。那有朋友说这个棋红棋不能这侧上马吗？如果这侧上马，这个棋先猴拉马一把，啊，再吃掉对方的兵，啊，对方就报废了。那怎么办？对方先进去吃马，把这个炮给我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棋吃掉，那这个车呢就位置不好，我出车吃炮，带不先手。当对方摆炮之后，我摆车在攻击对方这边的马，嗯、啊，那对方有可能在这局面下吃我个对象什么的。啊，我方就有一部炮打士，非常精妙的棋。这个棋再8局走啊，对方一进将啊，我再一100局吃炮，对方必是杨士啊，这棋杨士就报废了，这棋啊，一杨士整个棋就报废了啊。嗯，比较清晰连贯的棋送给大家啊，所以呢，对方这棋首先上马不行，会被猴拉马。那么这边也不能上马，所以对方这步我都过河车了，这步上马是这个走马八进七随手了，对方只能卧薪马。从此之后对方就开始被吊打啊，对方错误的点就在于这步随手的上马，看明白的扣个66。